整块都是鲑鱼哦。好，我们刚从库潘山下来，现在来到一个要去蒂卡波湖的中景点，是一个吃鲑鱼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个教堂。这间鲑鱼店小小间的，有卖鲑鱼生鱼片，还有真空包可以带回去煮，还有抹酱。好，买好了，我们要去那边吃，感觉很 chill 哎。这就是很知名，大家会进去拍照的景点。我们大家会坐在旁边吃鲑鱼。很漂亮哎，中间那个雪最多的地方就是库克山哦。我们昨天吃了高地鲑鱼，今天来到另外一间，也是吃鲑鱼，在湖边吃，好漂亮哦。这样一份是13纽币。来试试，怎么会切成这样？切成什么意思？看起来比较多啊。哦，加一个看起来厚一点的，我这个比较厚呢，昨天那件厚一点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蛮好吃的哦，我觉得昨天比昨天好吃哦。真的？嗯。它看起来很想吃哎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你们一直在吃，他都没。这个烧香还不会腻，就那个很烧香的里面。我觉得昨天还比较油。那爸爸，来，姐姐，鸡姐姐，你不要不能吃就在那边生气嘛。你刚吃过，我们还没吃呢。吃完鲑鱼，记得一定要到教堂里面拍拍照，超漂亮的啦。今天住 Airbnb， 好可爱哦，觉得疗愈。有洗衣机，有一台可以煮东西的，再来。浴室很干净，我会帮他穿衣服而已。干嘛？晚餐出门到 Tekapo 市区里面去吃石板烤肉，今年的烤肉组合有薯条还有生菜，可以两个人一起共食。晚餐一起吃一份的结果就是回家继续吃泡面，毕竟在外面吃真的是有点贵啊。Mountain 上面有一个 Astro Cafe， 这边是要付8块钱的纽币才能上山，以车计费。我今天在 Lake Tekapo，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出门到第一个景点已经是11点多了，我今天在搞它，然后现在睡着了。上面，我去宝宝车台。全部都是历史路啊，哈哈哈哈，加油哦。是山上的咖啡厅，有卖一些轻食，价格似乎是有点贵啊，但是我上来吃的就吃吧。这边有杯子蛮漂亮的，有点想要带走，可是只要33块，有兴趣可以买。就是你买杯子的话会送咖啡，后面的 view， 你坐窗边，窗边真的很赞，view 很好。还有这个拿铁大杯的，点一个红丝绒汤哦。就我们要踩点，就这个。没东西呀。在室内吃完餐点，我们到户外走走，结果发现风大到真的有够可怕的。哇，你看这风，漂亮吗？这边就是要从正面上面咖啡厅走下来，大概20公尺的地方，会看到一个大石头。这边拍照超漂亮的。结束完今天第一个行程，我们开车下山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 Tekapo 湖漂亮的景色，非常惬意啊。
来到 Tekapo 湖的市区，才发现哇塞，这小镇真是有够小的，大概就是画面中这样子而已。如果像我们一样待两晚，这真的觉得蛮无聊的啦。比较起来，我觉得马卡真的热闹跟漂亮多，也不失惬意。我们刚从 Mountain Jump 就是山上的那个咖啡馆下来，现在到了 Tekapo 的市区。这是很多人推荐的日式料理店，可是有一点点小贵，现在就转过来吃。这个是我点的鲑鱼生鱼片冻，然后它还有一份奶豆跟糖，这样是36纽币。你的是什么？我的是猪排豆，1.28纽币。然后有附毛豆，还有糖。那汤好喝多了哦，真的是，这次喝了另外两个地方的味精汤，真的是美死了。毕竟这是日本料理店，真的。喝一口味精汤，也很冷，喝很舒服。饭看就知道，饭一定好吃。那我是素饭，跟汤有点像。哦，素饭又好吃，很像常温的口味啊。里面是有炙烧的，这是 today special。鲑鱼好好吃哦，看一下素饭。素饭也算有水准的，整体 OK。好像还有烧哎。那我们就先吃饭，等一下去海卡博湖边散步，散步完看，如果天还亮的话，去牧羊人教堂那边走走。晚上我们要去中仁观星体验，不过今天云层有点厚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顺利成行，希望可以。没有成行的退费？没有成行的退费，会全额退费。对，就是看天气。提卡普湖这边被誉为世界七大星空保护区之一，最有名的建筑就是这座牧羊人教堂。市区到了晚上几乎零光害，所以只要住在民宿里面，几乎都可以看到天的星空，不一定要参加观星体验哦。不过跟瓦纳卡比起来 ，Tekapo 湖旁边的 playground 真的是超厉害的哎！那个溜索，每个小朋友都会玩疯吧？不过我们家小松露还太小了，只能在旁边坐坐荡秋千呢。开心吗？晚上到超市里面去补货，在纽西兰自己煮真的是在外面吃便宜超级多，他们的牛肉、羊肉，甚至鹿肉、鲑鱼啊，超市价格都超便宜的。所以在纽西兰旅行推荐有几顿可以自己煮，这样可以省下非常多旅费哦。行程差不多过了一个礼拜，松露身上的湿疹越来越多，因为纽西兰天气真的太干燥了，即使我们一天擦三次的乳液，也都是没有办法缓解它身上红疹的情形，直到我们到北岛才比较好一些。在泡了，太慢一下，动作太慢了。你耐一下可以吗？这天晚上风雨交加，完全不用想要关心，连开门出去都觉得很困难。果然，隔天早上雨也是超大的呀。卫生纸到你手上就变这样子，太无聊是不是？你刚从 Tekapo 来到 Merdi 小镇，这个小镇大概就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加油会比 Tekapo 便宜一点，还有一个超市 Four Square。很多人在这个中基古城到 Tekapo 途中都会坐这一站来吃他们家的菜。甜的跟咸的都有，还有咖啡可以点。派的价位大概在7到10块钱之间。太大了。刷卡的话要另外再加2.4%的手续费。最有名的是那个 Silver and Bacon， 然后他点了一个 Mince and Cheese， 看一下它的大小。Mince 上面有写一个 Pan， 鲑鱼小酱，看 Mince and Cheese， 韩西呢，很香气，开着一个香气。最经典的鲑鱼派，哎，这鲑鱼超厚的，你看，整块都是鲑鱼哦，超扎实。喝了杯来讲话吗呀？先看鲑鱼的口味。哇，这个鲑鱼是蛮新鲜的，而且我原本觉得它会有回锅感，但吃起来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调味，就是吃鲑鱼的原味。新鲜的鲑鱼才对，好吃。鲑鱼很嫩哎，是油脂丰富的鲑鱼，然后鲑鱼的油脂香气很浓，好吃哦。太皮酥酥的，那你怎么样？
每咬一口都是鲑鱼肉，好香啊！那鲑鱼真的是越咬越有那种跟麦片的融合，而且入口即化的。我想要吃最牛肉派，最牛肉也好吃哦，不用就是。所以它肉质最原本的味道，不太有调味，牛味很重。那它水牛肉咬起来不会有那种筋啊或者什么咬开的感觉，它也是一咬就断。所以牛肉很少会有筋，有时候会不好咬，它是蛮好咬的。看一下，满满的，牛肉味好香哦，就是有调味，但是淡淡的调味。不知道怎么吃水牛肉很爽。就台湾牛肉烩饭，就是那种脆的，但是台式有点台式感。我不喜欢吃鱼的，它是牛肉应该蛮香。但如果你不吃牛，牛肉不吃鱼，它有猪肉选择或是甜派。那欢迎，就是我们昨天在 Hey Couple 我那边没有看到星星，因为凌晨超红的。本来觉得还好，但因为当天早上去那个天文台的时候遇到一组台湾人，问他们说，哎，他们有看星星吗？他说，前一晚超漂亮的，所以那种落差的心情就立马出来。为什么昨天可以看到，今天没看到？这很好消息，对。但是今天开车过来这边的时候，哎，路上都在下雨哦，就觉得啊，反正今天也看不到，今天晚上住台湾国人也看不到，反正就是运气运气嘛。至少也是有人跟我一样看不到的。心态。所以人家说南纽西兰到二十天至三十天才会比较可以闻到，因为都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你必须要等待，包括跳伞。这菜本来看起来没有很大，结果吃饭觉得最轻，有饱足感，真没想到。哇，那边有一个 playground， 后面有彩虹，可惜下雨我不会下去玩。下雨才有彩虹，可惜啦。